2018年7月20日下午，首尔人气女子团体少女时代允儿因新加坡行程经由仁川国际机场出境。当天允儿身着白色衬衫，搭配深蓝色吊带长裙，脚踩一双运动鞋现身机场。虽然装扮简单，依然光彩照人，美艳十足。现场不少粉丝前来送机，允儿心情大好的全程笑意盈盈。进入机场之前还因记者要求停下脚步问候，相当有礼貌。据悉允儿还将于8月4日在香港举办 So Wonderful Day 亚洲巡回见面会香港站。图片来源 CFP 视觉中国。2018年7月20日下午，首尔人气女子团体少女时代允儿因新加坡行程经由仁川国际机场出境，林允儿机场接拍，发型锁骨发偏分，内扣棕发，服装吊带裙缎面黑色衬衣白色。图片来源 CFP 视觉中国。2018年7月20日下午，首尔人气女子团体少女时代允儿因新加坡行程经由仁川国际机场出境，林允儿少女时代。图片来源 CFP 视觉中国。